我想让那些不看好我的人知道，没有选错这条路。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少年，我想要让大家在这个舞台上试看看你变成一个。很想要。想告诉所有人，台湾是可以做型男团的。非常专业、非常有水准的一个表演。我是愿意花钱去现场看他们表演的。这是天王星的2.0版本，所以我很希望你们无论如何都继续走下去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《原子少年》。